从九年一贯的课程开始实施之后，我们就决定要开设在一年级呢开设一节课的弹性课程，对，使让囡仔在一年的时阵入来，会使学到伊的本土语，啊，这就是阮学校对本土语的推上的一个用心。我也希望他们在这一堂课本土语的课程能够学到全语文。也就是说听读跟写都可以学到，可以说可以听可以读可以写，这样我感觉这个课程较有完整，这是我这节课的理念。本土语这个课程我们的发展没介久嘛，差不多十年左右，这十年左右呢，其实大家都学着怎么样在教这一门课。那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在摸索，是一开始教可能就会比较偏重于讲跟孩子听，那个时候就觉得孩子的接受度没有那么高，跟他较无兴趣安尼，所以我们学校就有一个团队，有一个 team， 一个 group， 我们就希望说把这个本土语这个课程能够活化，能够让孩子能够学得快乐一点，高兴一点，然后真的有去参与。说的部分我比较着重的是让孩子可以说他的母语，用他的母语来说。大家好，我叫陈庆阳，绰号请多多。大家好，我是林祖辉，这个名字是我阿公取的，他希望我很慈祥又很有智慧。我到有爸爸妈妈妹妹还有一只姑，这只姑是妈妈送我的生日礼物，他是我从小孩到现在当到上好的礼物。甚至我们有一些孩子呢，他是混血儿，我就要尊重他的母语，然后先让他能够用母语讲他自己的自我介绍，我才知道他们大概的程度在哪里。他开学的时候，他有叫我们做母语自我介绍的部分，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本身是英国人，然后母语是英文，那崇宪老师就有尊重我的母语，然后请我用英文来跟大家自我介绍，别人用台语，然后我用英文，然后又可以再多学习到另外一个语言，还有可能他国文化，其实这样也不错。然后还有加分题，加分题就是他们两三个 group， 两三个孩子做伙，他们可以表演他们的一些才艺。精通的语言是台语。那您的外文能力怎么样呢？那就差多了。囡仔会使合作学习，又可以展现他自己的才艺。我感觉本土语不一定就是讲单讲话尔，会使让因真多元去发展安尼。伫个听的部分呢，我是希望讲囡仔伊会使先听国语，较听闽南语。我要甲恁讲的这个叫做闽语，对吧？什么叫做闽语啊？谚语啊，什么古人留下来的智慧的结晶哦，可能的成语差不多啦。我们希望把品德谚语用一个故事的方式来呈现，故事里面它都会有一个谚语呢，是跟品德有相关的。句答说，徐君已经死了，你还把剑挂在树上给谁呢？公主啊。齐君已经过身了，你的剑是要留给什么人？讲一个国语的故事，他们听过的，然后再把它翻译成闽南语，安尼囡仔接受多的做惯呢。然后用闽南语，我就教他们一点词汇，教他们一点里面谚语的意思。贵在的讲，硬人较惨，强人来对我念，硬人较惨，强人不是较惨，较惨。硬的，硬的。
较惨，欠人。那所以孩子在听故事的时候，伊阁会使学着品德，阁会使学言语。我感觉讲囡仔伊伫个这本教材内底，伊可能就会较有兴趣。啊，有当时啊，老师跳出来演，伊就感觉哦，愈好笑，愈古锥安尼。啊，咱今仔日呢，讲到即个歌戏团内底。咱这首诗叫做《哈有缘戏名》。伫个这个读的部分，我是用阮的教材内底的一首现代诗。台语诗其实足济啦，啊，阮选的这条是因为歌戏，会使先煞改加歌戏。要甲恁伫个期末的时阵，我会让你们来读这一首诗，然后老师会教你超过十遍以上，安尼好不好？啊，读要给囡仔读出来，我着爱甲因教足侪遍的。啊，我会用足侪无同的方式，先我念，啊，互因念，啊，无着接龙。一首诗可能读十遍、十五遍以上。真好比你，爱好你自己，阮是好，不是好，阮是爱我的。那一节课我们讲那个念课文。然后大家都很开心，大家都很大声念。因为迄唔呐，敢那有念课文尔，迄个有教阮要怎加强语气。学了这门语言之后，让我跟祖母还有爷爷有更多话可以讲。像课文中提到“哈维希贝”，就让我想起小时候常跟阿公阿嬷一起去看布袋戏。讲、听、读、写，要来进行到这个写的部分。我上有品，有品故事的写作。啊，老师来给你介绍哆啦 A 梦。哆啦 A 梦是卡通人物票选来变上有品的。那我们呢，借由 PPT 的引导，让孩子呢有一个故事的情境。我希望你写到的品德的主题要有这些：尊重生命。或者是孝顺尊者，就是你写的那个人是要有品的哦。让孩子呢借由写作文的方式，能够写一则有品人物的故事。你也可以先写国语，再来转换，但是这样会比较久的时间。你直接用台语的文法跟思想去写，这样会比较直接，就用台语来写。老师要让你们尝试做一个小小篇、短篇的故事就好了。邓布利多是校长，不是吗？校长啊，有什么品德？品德？没有啦，他是友善的。友善，而且他愿意帮助哈利波特。好，安尼您写。然后我们在 PPT 里面会教导他怎么样做。国语跟闽南语的转换，然后借由那个学习单的学习，他能够一步一步的完成这一个小小的故事，那也能够完成一个小小的写作。我感觉安尼呢，用闽南语给他写，安尼开始一个完整的学习。因为他是一个就是脑袋比较活，他常常有很多的新的点子，而且我觉得呢，他多才多艺，所以他可以在他的就是教学的过程中展现他很多的才艺，就是他的思路会比较广一点。亲子做会来公感路这个活动哦，啊，这个活动就是我们希望小孩子回家跟他的亲人也好哦。跟阿公阿嬷也好，一起去找出有关你那个母语的谚语。在教导本土语的时候，能够用一个很快乐的心情，然后在潜移默化里面，让孩子能够完成本土语的学习，然后也能够达到我们文化传承的目的。如果能够这样，我相信这样的本土语的学习呢，是一个完整的学习。